在我们把正道时间交回给汉阳牧师之前，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到25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今到此。今早晨有本堂李汉阳牧师他将正道，正道的题目是遇见他的国度。我们请汉阳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所以如果你有周刊的话，今天讲到大纲夹在这周刊里头。在这里也有个小小的报告。待会聚会后我需要去新生命堂，他们那边有个布道会。所以过前面讲到，所以大概10:30我会离开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来看这个系列。所以这是一个遇见耶稣的系列。所以下个幻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遇见耶稣什么呢？今天我们要遇见耶稣的国度，他的国度。所以如果问大家，圣经里头或者福音书里头有没有比喻中的比喻？比喻中的比喻，换句话说，比喻有没有分大比喻、中比喻、小比喻？换句话说，比喻有没有分黄金的比喻？黄金的比喻，英文叫 golden parable， golden parable。其实，如果你看一些新约解经书的话，他们往往会说，我们上一回所看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那是黄金的比喻。为什么这么认为是黄金的比喻呢？因为那撒种的比喻不仅仅有那个比喻，再加上耶稣自己的解释，解释过后呢，就今天我们来看，有一连串的什么呢？一连串的两个再加两个，两个再加两个，一连串的两个箴言。所以今天刚才听永健执事他读的是两句或者两段箴言 Proverbs。过后呢，这两个箴言过后，有趣的就两个比喻，两个小比喻。所以这个黄金比喻呢，会帮助我们来明白今天的这两段箴言，来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来解释它，更帮助我们来明白这过后的那两个比喻到底耶稣要带出来的观念是什么。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就用这个黄金比喻来依赖它、依靠它，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两个箴言，这两个比喻啊。不过还没有开始这两个箴言、两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必须什么呢？来明白耶稣用的教学工具，教学工具。所以如果你留意看这幻灯的话，这幻灯告诉我们第一个教学的工具是什么呢？第一个教学的工具就是一盏油灯啊，一盏油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家应该很少哦。如果你有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可能跟精油有关系了哈，不会发亮的哦，只是香气罢了。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油，这样的一个油灯。不过在耶稣的时代，确实没有电灯了哈，都是那个油灯。所以你说什么油呢？其实是橄榄油。橄榄油有分两种，上等的橄榄油是拿来抹身的。下等的橄榄油啊，是拿来做油灯的，油灯啊，所以这是当时耶稣的时代。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灯呢，就不像我们这年头这种灯，这个灯如果你远远看它的话，其实是很小的，
那光其实不很亮的，不过当他慢慢走来的时候是越来越亮的，越来越亮的啊，跟什么呢？跟那个种子的观念是一样的啊。当你看那个农夫在撒种子的时候，如果你两三百米之远，你看那个农夫撒种子的时候，你说其实我看不清楚他在做什么，那个种子太小了啊。你几时看得到他在做什么呢？当那个种子在好土壤里头，它开始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哇，那个丰盛起来了，30倍、60倍、100倍，哇，那个你一定看得到了，一定会看得到，哇，这个这次的收割哦相当好，所以这是耶稣第一个教学的工具啊，教学的工具。我们来看耶稣第二个教学的工具啊，叫做凉气，凉气。这个凉气也是我们相当不熟悉的东西啊，不熟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想凉气是都是秤，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凉气就看你量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凉气呢，是拿来量水。所以他们去找大块的石头，他们就好好的雕，雕类似这样的石缸。所以有些石缸可以有大概有10公升，有些石缸呢大概有20-30公升。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走进迦南婚宴的时候，你就哦，我明白了为什么约翰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当时有6口石缸一口石缸可以装30毫升的酒。这石缸哪里来呢？这石缸其实是一个凉器。怎么凉呢？大小是一样的哦，石匠雕刻出来大小是一样的，他知道这么大的一个石缸呢可以装多少的酒，多少的水，这是用来量的不过这是用来量水这是耶稣第二个教材，第二个教材。当然耶稣第三个教材是我们稍微熟悉一点的第三个教材就是小麦大麦的种子，小麦大麦的种子这就是这两句箴言过后的那两个比喻这两句箴言过后的两个比喻，大麦小麦的种子。所以这些种子很小，不过你可以想象一天收割的时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从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的东西可以搞出这么大的一片大地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在讲什么？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说，神国有爆发性的成长，神国有爆发性的成长如果你看一个大麦的话整个大麦的话对比它开始的那个种子大了，成长了几倍，好几倍，好几倍，好几倍。所以这是主在告诉我们的，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当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过后，你会发现神的国呢要爆发性的成长，好像大麦 小麦的田地一样。所以这是第三个工具。第四个教学的工具呢是芥菜种子就是这样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有点失望，为什么我在想哇，这芥菜树应该会比新加坡任何大树还要大不过其实这芥菜树是不太大的，它顶多就是跟我们这个天花板一样高度是这样树枝比较多一些。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注重那个树有多大，耶稣在这里呢帮助我们明白，当这个树枝当树长大的时候，从这么渺小的一个种子，你看这手中这么渺小的一个种子可以成为一片大树的时候，注意啊，那个树它什么呢？它成为了鸟儿们的住家。所以这是个旧约的观念，旧约的观念告诉我们说，每当用树有鸟儿们在那边做成为住家的时候，这告诉我们这是万国的那个观念，不同的国度来到这个树里头成为他们的安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神的国有那国际性的发展不只是爆发性，不只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地方，其实耶稣已经在暗示我们了，耶稣暗示我们说，神国以后他要发展，他要成长，不只是在以色列啊，你想象不到的在全国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就来，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教学工具，我们就现在来看一看，来认识一下耶稣所讲的这个箴言，这两个箴言
这两个箴言，其实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这两个箴言耶稣要我们看见神国的全球性， The universality of God's kingdom， 神国的全球性。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来读21节22节。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说，讲完了那个黄金比喻，不要忘记那黄金比喻。过后耶稣就接着说，他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遮盖的遮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能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能露出来的。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原文是很有趣的。原文它听起来是这样的，难道那灯被拿来是要放在篮子底下吗？所以什么叫做斗呢？其实在原文是篮子，多大的篮子 我在家里找到一个篮子给你们，所以这个就是篮子，当时用稻草也好，不同的材料，所以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篮子。所以弟兄姐妹想想，你们如果有一盏油灯啊，你们会把 那渺小的油灯放在这个篮子底下吗？什么灯都没有了，你放在它底下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耶稣说没有人这么做的，也没有人会把这个小油灯放在这床底下，也没有人会这么做，只有什么呢？只有放在那灯台上。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呢，在21节他一口气他问了两道问题，那两道问题我们叫做反问句 rhetorical questions， 他问了两道反问句 rhetorical questions。 所以反问句是什么呢？反问句基本上答案只有一个，他问你其实你不用答，因为答案只有一个。所以第一个反问句是谁拿灯放在篮子底下，答案是没有人。谁拿灯放在床底下，答案是没有人，因为这是个反问句。第二句话耶稣说谁拿灯没有放在灯台上，一定放在灯台上，答案很简单，没有别的答案，一定放在灯台上。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那个观念，告诉我们说这盏灯它来的话，它要照亮这个地方。当灯走来的时候呢，黑暗就要走掉了，就要走开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当我们在建这个乌兰这个崇拜厅的时候，我们出了一个状况，你们知道吗？那个状况跟灯有关系。我们差不多建好了，我们发现那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按着那个这灯的摆设是没有这你头上的灯啊，原本我们的灯只有旁边的灯，所以我们想象我们想象是够亮。不过谁知道我们装差不多要装好的时候，我们来打开那个灯的时候发现其实挺暗淡的，挺暗的。所以过后呢，你看我们就在你们头上加了好几盏灯，好几盏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讲的观念就是这样，当灯来的时候这黑暗就走掉了，当灯走来的时候那黑暗就走开了。不过我们就得问自己，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指的那个灯是谁或者是什么，是谁或者是什么。在原文很有趣的，原文如果你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他讲的是当那灯，他不是说 a lamp， 他是说那盏灯，那盏灯我们叫丁冠词，丁冠词那盏灯。所以耶稣说当那盏灯被带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把那盏灯放在篮子底下，没有人会把那盏灯放在床底下，人会把那盏灯放在灯台上。而那我们就得问，为什么耶稣用那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为什么耶稣用那盏灯？既然耶稣说那盏灯的话，到底那盏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其实旧约已经给我们答案了，旧约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如果你读刚才我们会去想刚才诗篇132篇的时候，神耶和华大卫答应大卫什么呢？耶和华答应大卫说，当你的脚在那里发生的时候，脚代表权柄，在旧约脚代表权柄，当你的受膏者来的时候，我耶和华
预备灯给他，我约华预备灯给他。而这不仅仅是诗篇，如果你看这列王记下第八章的时候，你听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他不可灭绝犹大，照着他所应许大卫的，永远赐灯光与他的百姓。所以旧约一直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当我们看到灯的时候，很多时候用在这弥赛亚的国度，大卫的国度。所以当耶稣基督自己介绍那灯的时候，耶稣在介绍，其实那盏灯就是我。来到这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这耶稣好像不要公开他的身份。你不用担心，想一想，那盏灯远远的被带来，当被带来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一天那盏灯要照亮这个地方。不过现在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们说，记得那个黄金的比喻吗？这神的福音的种子被撒的时候有个过程，那过程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前面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到什么东西呢，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不过慢慢慢慢你发现，哇，越来越不得了，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丰盛。所以呢，观念一模一样的，来到这个箴言，主耶稣在强调一样的观念。主耶稣告诉他门徒们说，当这个灯被带来的时候，结局是什么呢？神国的结局是灯来了，黑暗走了，灯来了，黑暗就走了。所以我们的主才自己这么说，他说什么呢？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他必得着这生命的光。所以这是主的告诉我们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随耶稣我们就得着这生命的光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盏灯，那盏灯要照亮我们里头的黑暗，要把里头的黑暗赶走。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主过后的经历，不是吗？当我们信了主过后，你发现以前我的黑暗，我的心是很黑的，很败坏的。不过那盏灯进来我这个房间里头的时候，很奇怪的，这盏灯进来这个房间的时候呢，那个房间就亮起来了，就照亮了，黑暗就不见掉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我们主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这盏灯啊，它要照亮整个世界，这盏灯是个全球性的一盏灯，照亮这整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主鼓励门徒们，鼓励门徒们。所以就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和我，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工作就很清楚了。如果耶稣他这盏灯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那么我们真的是有如一盏一盏的灯，神会差派我们去照亮不同不同的角落，你的办公室，你的医院，你的研究所是我不能进去的，不过那个地方是你能照亮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照亮呢？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想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过的生命像保罗所说的，和福音相称的生命，和福音相称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为主做盐做光。所以最近跟一个没有读书的一个弟兄，他一直说我没有读书，我没有学问，这样说我能为主做什么，这样很有趣的。当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在听，这样他的太太就给他一个方案，他还说，你看你很喜欢跟那清洁工人，主屋楼下的清洁工人跟他们聊天，慰问他们，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啊！为什么这些清洁工人不能去教会呢？为什么教会总要给某些人去，有权有势的人去，没有，这些清洁的工人是你能邀请他去的。这样那个弟兄讲，哇，是啊，没有想过可以邀请清洁工人来教会。所以在主屋的楼下而已，坐在那边乘凉，他都能为主做一盏明亮的灯，一盏明亮的灯。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两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国很大很大，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神就是那盏灯。耶稣基督来到这地面上，他不会短期好像隐藏了，不过长期的角度来看，他不可能放在篮子底下，不可能放在船底下，它会放在灯台上，
他要照亮这个世界，成为这世界上的光。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了，这也是我们的方向，使到我们在自己的不同的地方领域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主做盐做光。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这神国的全球性，第二大点让我们听见神国的绝对性，神国的绝对性。你看23节，很短很短的经文啊，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如果你翻译另外一个方式的话，说如果你有能听见声音的耳朵的话，听。如果你能听见声音的话，好好的听。第二节问大家一个问题，老板、老师跟老爸他们的相同之处在哪里？老板、老师跟老爸相同之处在哪里？不是他们都很老啊啊，他们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有威严，他们都有权柄。你不相信我的话，明天你去办公室骂骂你老板了啊，骂骂一骂啊，他也不骂你，他跟你笑笑一笑。人事部就来找你，请你出去了，保安人员也护送你啊，永远也不用踏进这间公司了。为什么？因为老板、老师跟老爸有权柄、有威严。所以当你怎么知道老板、老师、老爸有威严、有权柄呢？你听他说的话。很多时候老板、老师还有老爸，这年头好像老师跟老爸的能力比较弱一点啊。不过如果老板、老师、老爸，你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命令的，你现在去做这个东西，对吗？是有命令的。所以当一个人发命令的时候，告诉你说其实他有威严，他有权柄。所以你看第23节，主耶稣在做什么？我是神国的王，我有那威严，我有权柄，所以我可以发号命令。我的命令很简单，我的命令不是要你爬什么山，下什么海，我的命令其实只是要你听，只是要你听。我的命令只是要你听从、跟从、服从。我的命令只是要你在里头说，主啊，你真的是我的王。如果你是那我的王的话，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来听从你，来服从你。不过弟兄姐妹，这年头我们不喜欢，越来越不喜欢知识，这年头我们越来越喜欢情感，感受、感觉。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知识很重要，因为这些知识一直在呼吁你说，这是我们可以信的知识，这是我们应当信的知识。这个知识呢，不会忘的，不会忘的。几千年下来，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知识呢是不会忘的，这真理是稳妥的。但是我们在这年头，人喜欢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感觉，感觉。不过感觉会忘的，而感觉呢，很多时候是不对的。有一年我的办公室里头，我其中一个同事，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和一个女生走得很近，早餐吃、午餐吃、晚餐吃，迟迟不回家，而且有时候说去办公，去会议。不过那个会议我知道她的工作嘛，那会议其实那个女生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她根本不用参加这个会议，不然就带那个女生去。所以一天我就鼓起勇气，她不是基督徒，不过我认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们，所以他不是基督徒，我就去慰问他，我说你和那个女生，那个女同事是否发生了什么关系？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没人会承认的啦，他说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不过过后你发现越来越不对劲的时候，你再回去找他说，其实我认识你的太太，认识你的孩子，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你真的伤他们的心。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汉阳，我没有办法，那感觉太好了，感觉太爽，感觉很对啊，很对，他就是我的 soulmate， 他就是我的闺蜜，他就是我的真正的另外一半，感觉很对。
啊，当然你知道这个事情接下来被拆穿过后，带给他的家庭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伤害。现在你再去访问他的时候，那感觉没有了，啊，没有了。感谢主，神保守了他的婚姻。不过现在他往后看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个感觉是不对的，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害我的太太，这样伤我的孩子们。所以弟兄姐妹，可惜的是，如果我们看这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可惜的是这年头基督徒是这样看神的，我来靠近这位时候没有感觉，所以我就寻找有感觉的东西。不过如果你好好去想，好好去认识圣经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子来靠近神的，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这是那可靠的知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听见我话的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没有说听见 我话的有感动的有感觉的，你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不是的。耶稣说听见我的真理的，你去做，你的房子你的生命是稳妥的，你会有感觉的，感觉会来的。弟兄姐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人生会来到一个阶段，你会有困难，你会有挑战。今天的日期是几号啊？请问大家，21年前今天，911事件，911事件。如果我们信主靠感觉的话，那我担心在911的那一天，如果你在那两栋楼其中的一栋楼里头，你整辈子你信耶稣就靠一个感觉的话，那个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到神，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埋怨神，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说神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话。不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如果你的耳朵能听到声音的话，你听，你不要感觉，你抓住我给你的真理，你相信我。当你抓住你给我的，我给你的真理，你去做我给你的真理的时候，你好像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建在这磐石上，很稳妥的，很平安的，很喜乐的。不然你的房子就建在沙土上，会忘的，会不稳定的，会忧愁的，会怕的。所以这第二大点。来，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神国的第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神国的全球性，那灯来了，这黑暗要照亮，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神国是很绝对的，绝对到一个地步，这神国的王有命令，他命令是很简单，我们听从，我们服从，我们顺从，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而让我们更意料不到的是，这神国呢，其实是很唯一性的， very singular, very singular。 所以我说的不是，在神的国里头，都是 同一种肤色的人，同一种国籍的人，其实不是的。我要说的是在神国里头确实有不同肤色的，有不同国籍的，有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但是在神国里头的人呢，他们都很相同的。在这神国里头的人，他们都是真心真意来听从主的。在这神国里头的时候的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听从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解释一下。你看24节25节怎么说。24节24节25节耶稣讲了第二个箴言，第二个箴言耶稣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的听，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listen。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所以就这样，如果你看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那个良器的观念，良器的观念，主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想什么呢？当耶稣在那个时候，当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讲比喻，他教课，他讲道的时候，耶稣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去想你到底是怎么听我的比喻，你到底是怎么听我的讲道，你要去想你那个方式呢会决定你的下场，你的结果。
你听我话语的方式就是那个凉气，就是那个凉气，那个方式会影响你的结果，你的后果。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福气，第二个角度是咒诅。第一个角度是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当我认认真真的留心听主的话，这是我对主的良气。主说，你这样认真的对待我，我也要很认真很认真的赏赐给你。你有了，我要使你有的更多，因为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不过主说，还有另外一种人，你对我一心一意的人，30倍、60倍、100倍，进来我的国度里头，我的国度的门为你打开。不过另外一种人是咒诅，你随意的听，你不理不睬的听的话，那个是你的良气。神要用你那个态度呢来对待你。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连那一点点有的他都要拿走，拿走。所以主在告诉我们说，神不是要我们听而已，神要我们在心里说，当我对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我要很认真的来面对他。当我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灵修的时候，我要认真的来看待他的话语。当我们聚集在这边一起听讲道的时候，我要一心一意的来想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对神的良心，这是我怎么听主的话，我怎么听主的话。在2021年，就是去年，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节目，叫做《鱿鱼游戏》，叫做《Squid Games》，鱿鱼游戏。这是一个韩国的，韩国的，你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原创剧啊，原创剧。基本上这个原创剧里头叙述了456名不同的背景的人，不过欠债累累啊。不过债台高筑的人，他们走投无路了，去玩这个游戏。456个人，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呢？玩的是儿童游戏，只有一个机会，你好好的听，只有一个机会，听错了就立马被射死，就被射死，所以挺残忍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讲的观念是一样的，耶稣说，你不要只是听我讲话，你要留心你怎么听我讲话。如果你很看重，你用那个大大的石缸，好像一个大凉气，很看重我的话语的话，耶稣基督他打开这神国的门，天国的门，邀请你进来，他要让你被尊重，他要认认真真的对待你。不过如果我们用那最烂最渺小的凉气来对待神的话的话，那神怎么看？神说很公平的，你这样对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你。凉气里头那一点点少许的东西，我都把它倒掉了，什么都没有。天国不是你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说的是，当神的国，你认识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国是很唯一性的，神的国是很唯一性的。神的国里头的人呢，是认认真真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角度，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说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这条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路，走窄路的人是不多的，进窄门的人是不多的。这不是我们要的，不过这可能就是神国的真理，神国的真理。我们怎么对待耶稣呢？所以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说这些话？我们的主要说这些话，因为我们的主真的爱我们。在神国的王知道他的国度里头有多好，多棒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知道这国度有多好，他在劝我们，还劝我们说，当我来了，当我来了，你要看见我是那盏灯，你要跟着那盏灯走，这盏灯要照亮整个世界，这盏灯要照亮我们。当我来的时候，你要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好的，你的老板给你的命令未必是好的，老师命令未必是好的，甚至老爸给你的命令也未必是好的，不过这个君王的命令是好的。所以因为他爱我，他是一位好的神。我们的神要我们见到他的国度，要我们知道说，他的国度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国度，
轻描淡写的国度，不是的，他国度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国度。在这个地方我们认认真真，我们听出的话，在这个国度里头，神要我们学习相信他，神要我们学习在这个国度里头，主啊，我对你的良器是什么，我怎么看重你，我用什么良器来衡量你，你在我生命当中有多重啊，还是有多轻，以后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那个良器。亲爱的人，其实帮助我们，耶稣爱他的国度，因为耶稣爱他的国度，耶稣要领我们进去他的国度，这国度是个好的国度，这国度会使我们结果30倍、60倍、100倍的国度，这国度是个丰盛的国度，但是这国度是从听来的，这个国度是从心来的，这个国度是个重量有分量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颂主新歌536首来结束，39首、我们听，先请诗琴弹一节，539首，我爱我主国度。让我们一起起立，我爱我主国度，我爱我主国度，主在其中居住，是他宝血中加所属，舍身奠定基础。我爱我主教会，来生坚强宏伟，眼中同人掌上明珠，人看无此宝贵。我爱我主教会，为他祈求流泪，为他施工愿更努力，忠贞百折不息。我爱我主法则，终身虚而得，信徒团体赞美高歌，使我无上欢乐。我主必爱真理，神道真理必彰，神国必要统一四方，西安荣福无量。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阿请坐。